叫我三七吧。三七要坏就管他自己太出去，白白输了他自家的主人。国家少爷让我转告你们，他不想与一群恶心的猪罗为伍。就是傻子，怎么了？整个南府谁不知道我赵爷有的就是钱，我花钱交朋友，我乐意你管得着吗？我玩的就是一开心。你给我三天时间，你真相，我愿意陪赵卓一同赴死。你是？我是赵卓的二婚。他懂什么男人之事？河边等了一夜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为什么不回家？我们不是约好了在这里见面吗？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